卧室多轴两面自动钻孔机。该机采用数控触摸屏控制，界面简洁易懂，集成 PLC 电路成熟技术，故障率低。该机床专为浴室柜板自动钻孔设计制造，整机卧室结构可将柜板两面孔眼同时钻出，板材两面间距32毫米的6个孔或8个孔同时自动钻出，最多可同时将两面共42个孔眼同时钻出，钻孔间距为32毫米倍数。其他孔眼位置通过拆装钻头实现，钻孔可根据板材厚薄调节高度。机器具有自动送料及推料功能，加工完毕后可自动进行推料工作，从而实现全自动高效钻孔加工。有效解决传统钻床效率低，工人难请加工成本高的难题。卧室多轴三面自动钻孔机。该机床专为浴室柜板自动钻孔设计制造，整机卧室三面可同时对板材进行钻孔，可将板材两端间距32毫米的两组四个孔及后面一个孔同时自动钻出，钻孔可根据板材厚薄调节高度，适用板材长度60到1200毫米，宽度90到160毫米，厚度16到18毫米，钻孔深度可调节最大50毫米，配有送料仓及定位靠山装置，从而实现全自动高效钻孔加工。钻孔效果精准，光洁度高，孔壁光滑，无毛刺不起边。广泛应用于浴室柜板、更衣柜、PVC 塑料板等行业。